哇，好漂亮，有难度。哇，这家好走的路，你看。现在下切溪谷回去。会有那种感觉哈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对不对？我溜下去就好了。啊！跟我赤脚要跑42公里之前的感觉一样。这边是要下去的嘛，对不对？先到溪谷再说。哇，下切回家很恐怖吧？要分两批吗？所以我会拉绳子，你也会拉。像我哥下去就这样子了，我还要。可以，我说你那边哦，不是走这边吗？好。哎，这些石头还好。我觉得我要不要去搭绳子啊？OK， 可以。你过来。
车也可以这种狼狈一点下去就好，反正比较省力气。应该这边也绑几个布条，有些人走到这边我也想回家了，我是说我。人家这边走回家，人家就直接那个了，直接走回去开车就好了。对啊，开到底了呀，蛮快的嘛，体力 OK， 是没有那么累。我走你这边了，上去走路，直接用扶雷。我应该是没有机会来见龙岭的，我不会再来的。我应该是走这里来的、喔。啊？不是嘛？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没有这么滑的路啊。所以他。前头带的路不一样，这下得去吗？对呀、啊。看起来可以。对。OK。那应该是走这里上去。那前头路会带不一样，他走的都很随性。哇、哦，要走这溪谷回去了。搞不清楚大鬼小鬼，大鬼先，我们先看一个迷你鬼瀑布就好了，这也算顺水吧。啊，飞哥，最后一个难关，溪谷上切回家。
看到登山步调了。我们是要过去啊、哦？好像是谁，真的是从这边来的。这条路应该蛮长的。对啊，溪谷在那里。它这边的步调，这是步调是到那个保罗间，保罗间比这边简单啊、哦，比哪边简单？建荣营，还比我、爬上去简单吗？但是也是有一小段距离。我本来以为绕一下就到了，原来它还有绕地步行道。不要，我不会再来了。OK， 真准有瓶水啊，带走好了。我不是那种看到路上看到垃圾会捡的人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放你包包。好 ，OK。会丢这个瓶子的人，他其实应该也不是故意的。没有人会想把瓶子丢在这里的，这都是不小心的。我就觉得有些人路上捡到东西就po文干掉，说人家乱丢垃圾，有没有？我就觉得其实有些人他其实不小心的啊，虽然说要看好东西是没错啦，但是不用把别人骂的什么跟什么一样。对啊，正义魔人啊。好，大魔王啊，我已经走了比别人轻松的路了，不过还是觉得上去有点难度。